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从商周时代开始，在我国古代宫廷中，每到庆典、迎宾、节日、祭祀等场合，都会有礼仪性或者是娱乐性的乐舞表演。这些乐舞统称为宫廷宴乐。随着王朝的更替，每一个时代的宫廷宴乐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其中唐朝的强盛与开放更令这种艺术形式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集器乐、舞蹈、歌曲于一身，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人们称之为大曲。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大曲有八九十部之多，其中最有名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便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是唐朝大曲中的精品，唐代歌舞的集大成之作，相传为唐玄宗所作，安史之乱后失传。历史上的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风流天子，还是一位极富造诣的音乐家。他在宫廷创建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并亲自作曲、演奏、指挥，开一代音乐之风。相传李隆基曾经梦见自己到月宫游历，听到天上仙乐飘飘，看见身穿霓裳羽衣的仙子翩翩起舞。醒来后，李隆基对梦中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于是他便将梦中的仙乐记录下来，这便是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一经诞生，便在宫廷中备受青睐，玄宗亲自教授梨园弟子演奏，指导宫女歌唱。他的贵妃杨玉环更是亲自设计舞蹈，带领工人们排练。不久，这部大型乐舞终于排演完成，并迅速风靡宫廷内外。关于他演出的情景，唐代文人白居易、元稹等在诗文中均有精彩描写。其中白居易不仅以一句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表达了由衷的赞赏，还对乐曲的结构、具体的演出、舞蹈的服饰等做了细致的描绘。原来《霓裳羽衣曲》全曲共36段，分为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已具有了庞大而多变的曲体。其中散序为前奏曲，中序是一个慢板的抒情乐段，曲破又名舞变，是全曲高潮，伴奏则采用了金石丝竹各类乐器，充分显示了唐代宫廷宴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关于《霓裳羽衣曲》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来源，其实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多种说法。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乐律一》中就记录了它的几种来历，其中除了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唐玄宗梦游月宫记录仙乐的版本之外，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是说唐玄宗望见传说中的仙山女几山后，触发了灵感，创作了《霓裳羽衣曲》。此外还有一种版本说，这首曲子是唐玄宗根据西域进献的《婆罗门曲》而改编的。对于这些说法，身为宋朝人的沈括也无法辨别哪一种才最可信。但是在今天看来，无论这首大曲是唐玄宗原创还是改编，其实都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唐朝是一个强大而开放的朝代，它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对多元文化兼容并包，乐舞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史料记载，在唐代的宫廷乐舞十部乐中，除燕乐、清商两部是中原地区传统乐舞外，其余八部都源自少数民族乐舞和外国乐舞，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初年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汇集中原，逐渐相互吸收融合发展的大趋势。至唐玄宗时代，《霓裳羽衣曲》的诞生更是这一发展趋势下的巅峰之作。在曲调旋律方面，《霓裳羽衣曲》既吸取了印度佛教音乐元素，又兼具道教音乐清丽淡雅的特点，在舞蹈上既采用了优美柔婉的传统舞姿，又揉进了西域舞蹈中精彩的旋转动作，
并改变其原有矫健豪放的气质，赋予它回旋婉转的新姿态。霓裳羽衣曲可以说是中国音乐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就连白居易和元稹这样的文人也对其推崇有加。从白居易所写的《霓裳羽衣歌》这首诗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白居易到苏州之后，听说好友元稹的部属多有能歌善舞者，便写信问他。元稹给他寄来了《霓裳羽衣曲谱》，白居易如获至宝，但恐人间废此舞一句，尤其写出了他唯恐乐舞失传的忧虑与担心。然而不幸的是，他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公元755年的冬天，曾经深得唐玄宗信任的节度使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叛军一路杀来，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长安陷落，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叛军进入长安城后，一把火烧了大明宫，无数的珍宝被付之一炬，霓裳羽衣曲也从此不见了踪影。100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偏安于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得到霓裳羽衣曲的残谱，于是他诏令自己的皇后、大周后和乐师一起按谱寻声，补缀成曲，并一度整理排演。于是开元天宝年间的霓裳余音再次重现于世间。公元975年，南唐被北宋所灭，战乱之中，李煜和大周后复原的那版霓裳羽衣曲也失传了。200多年之后，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偶然在一本前辈乐工遗留下来的书中发现了商调霓裳羽衣曲的乐谱18段，他为中序第一段填写了一首新词，连同乐谱一起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完整的霓裳羽衣曲却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如今的我们只能够凭借着残存的片段来想象和体会那种仙乐袅袅的意境了。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里有历经数百年风霜洗礼的城墙和古老的石桥，古黄河与运河故道曾在此并行，隋唐时期漕运粮食的遗迹在这里被发现。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中，能够找寻到多少岁月的痕迹？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浚县古城》。